哇塞，不得了哦！又买了什么东西啊？大包小包的。这是炒菜的呀。炒菜的，这哪里是炒菜的？那你会说人，你也怎么不买一个啊？这是下水的。下水的啊、哦。哎。啊。你怎么每天都要拿这么多快递？对哦。每天我见你都拿好多个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有这么多情人啊？哦那么多情人每天都给我送那么多东西。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箱子啊。那是谁买的？谁知道呀？这个我不得买哦。这不你买的吗？那牛牛的凳子也是，不是我买的。我们家还有一个，我买一个。这个是可以烧水是吧？那可以烧水。你可以烧水。牛后呀，牛后呀。来吧，看一下，你看他说他自己装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牛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个应该放。小东西不行。这牛牛的凳子呢？谁买的？用小凳子的。哦，牛。还有两个球。球哎，哇。这个就是我买的。这没用吧？这没用了吧？他意思说袋子啊，绑住啊，这个应该是这样。玩滑滑的哟。这个就是我买的。天哪！你不要在那里说，我说不是我买，你可以查我这里有没是不是我下单的。那是谁买的？那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。这是什么？玩具啊。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不是我买的。在做玩具。哦。还有那个不是我买的，就那。那个是小罐子。用了保温啊。那你没事，你要买什么？哎，你不要把那些丢出去。我没有，是捡垃圾的。哎，这种把它放好，要烧水喝啊。走，我们去丢垃圾了，牛牛。丢垃圾，丢什么垃圾啊？牛拿这个。丢这个？啊，对呀。这个要留下来哎。留下干嘛？这么。废品卖呀、啊，丢垃圾，拿个碟好放这里，那一斤也要1块把钱呢、欸，还够牛牛吃零食哎、欸。汉堡吗？对呀、啊，这还汉堡，卖、啊、的还有汉堡吃啊。这个，就可以叠起来占位置，你看看，外面厨房那里又没，你放哪？这个丢垃圾吗？这个不能丢。这个还有东西啊，你看。哎呀，你这个卖了多少钱？这个不是多少，不是钱啊，钱不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，是不是牛？清理的，放那里，等一下我叠起来。对，放外面。你妈在家还把它捡回来，你在这里还丢啊？放这里我们不卖，妈来拿。我来搞。拿给妈去卖也行啊，妈拿去卖也行啊。啊、是这个放哪里？这个有什么用？这个放卫生间吧，只能放卫生间了，不能放哪里？这个装吗？不是的。哦，就这样一个东西啊。嗯。放你的玩具啊。放你的玩具啊。放宝宝的玩具放什么？这个呢？这个又放什么？这个意思是在桌子上放东西了。有吃饭的桌子吗？哦，对，有哦。宝贝，以后是你在这里吃饭好不好？你吃这个吃。哦，他会不会是他买一套这样的哟？啊，哎，有的桌这个凳子是牛的，这个桌子也是牛的，有的桌子。这个是放。对。太矮了，凳子矮。矮了。这不是我买的，是不知道谁买的。凳子。搞高一点就可以了，宝贝，以后就坐在这里，坐在这上面吃饭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。慢慢的，我们的东西。
买呀，一柜就要你买了，谁都什么都不，你就要买一柜。哎，明天，要不去冲凉了？冲凉啊！今天回老家玩的那么脏。冲凉，我们去玩了。还去玩了，几点说？哇哇！蛋到了，一口气蛋到我，一口气都会讲。Okay.